我怎么看待婚姻？我不懂婚姻，我不行。不是因为我选的时候剩下那两个主题，我数了数，我已经能数出六个晋级的了。我那组还不够六个呢，我就想我先填在这儿。我感觉婚姻已经放弃我了，那我也放弃他吧。慧姐再不突破不行了，就讲来讲去还是这些玩意儿，那不行啊。然后写着写着就发现，确实是有野心也不行，你得有能力。现在就是我已经坦然地接受了不太行的自己，好好整一下。哎，怎么回事？我现在一点优势都没有。哦，我这期还有一个优势，腿长，腿长。这次没穿那个工装裤。当你突然想把这个标签扔了的时候，可能观众就有点懵，所以还挺危险。感觉就算被淘汰了，我也知足了，最起码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嗯，大家好，我是小辉。我不是来找对象的，但是我也想聊聊我的这个择偶标准。如果要跟一个人结婚之前啊，就一定要跟他看一场演唱会，一定要看一场演唱会。那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了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我好不容易啊买了一张第二排的票，我就觉得我就要拥有五月天了。结果去了一看，第一排那个大哥有1米9，一整晚都不好好在那儿看，拿一个手机在那里拍拍拍。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第一排的演唱会，视角真的非常好。这是我看了一晚上大哥手机发现的。哎，而且本来啊那个大哥只能挡住一个人，但是他好死不死的烫了个头，一下挡住三个人。我那天晚上就一个想法，得亏五月天有五个人。那大哥还带自己老婆去的，他一晚上在那拍演唱会，老婆拍他拍演唱会。哎呦，一边拍还一边撒娇呢，哎呀亲爱的，你这个头1000块钱烫的可真好看呀。我想那就对了，我这张票1600，有1000就是看这颗头。剩下600我就看了个二月天。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人跟我求婚，千万不要在演唱会求婚，真的。你说我听你说还是听他唱呀？你要不爱听上后面站着去，别影响我听。你一个人耽误2分钟，全场几万人，我感觉我这辈子的演唱会都被你耽误了。而且就是那种场合，我真的很难说服我自己，说我最喜欢的人是你。对，就工作了以后，我都开始相亲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汽车行业，你们可能不太了解，这几年不太景气。就我们这种技术员也有销售压力，我每次去相亲，第一句话就问：“你有车吗？”他说：“没有。”我说：“太好了。”给你介绍几款产品。但是我领导都不相信，就是我相亲的时候还这么敬业，因为我领导在婚姻中没有体会过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在我这儿体会到。就以前吧，我兼职做脱口秀，他们都不知道，我就是开会的时候偷偷写段子，太刺激了。后来他知道了就找我谈话，他跟我说：“你这个脱口秀多久了？”我说：“2年多吧。”他说：“2年多，就是全公司都在搞新车项目的时候，你在搞脱口秀。”我说：“领导，我真这个脱口秀只是玩玩而已，我心里只有咱们公司。”他说：“你太让我失望了，我面试的时候怎么没发现你是这种人？”说完要看我上个月的业绩考核表，我当时就生气了，我说：“你不相信我？一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信任，你这种行为已经打破了这种信任。”而且我觉得他有点不懂事儿了，我不过是犯了一个所有普通员工都可能犯的错误，找了个兼职嘛，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我当时很生气，我就像个渣男一样跟他说：“我说我累了。”怎么不给灯啊？他刚才都炸了，回了。我说：“你冷静一下，咱俩再聊。”我从那以后我就明显感觉到他对我起了戒心，就首先他把我的工位调到了他旁边，就方便每天监督我。然后那个工位吧，他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写了几个字叫公司不养闲人。
现在疫情期间，我们用那个隔板把工位都隔开了，然后我领导每天在那里假装伸懒腰，工作呢，不容易啊。我真的很想跟他说，如果你只活在过去，咱俩没法拥有更好的未来。然后我有时候坐在那里，我就抱怨工资好少啊啊！我领导就说：“哟，现在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份全职工作啦，脱口秀不挣钱啊，还是脱口秀好。”我每次去演出的时候，他们都关心我：“你领导最近没有找你麻烦吧？你这么好的员工，他都不知道珍惜。”哎，我真的不希望你们因为脱口秀吵架。我不是不想结婚，我是觉得我应该在我最好的年纪结婚，就是我54岁的时候，退休的前一年。那一年我有工作，但是不用干活，有资产，但是不用还贷款。那个时候去相亲，我的要求应该非常明晰啊，年轻的帅哥，对吧？那个时候我也会单刀直入问他，有车吗？没有，太好了。有阿姨，你不用再努力了。谢谢大家，谢谢小慧。谢谢小慧。通道的关闭时间还有3秒，3、2、1，请锁票。谢谢小慧。嗯。这个我感还是感也是频繁听到你的笑声啊啊也没拍哎啊就是那个就是很频繁，但是没有那个高潮，就少一个那种巨嗨点。对，就跟伟大爷感受一样，就是没顶上去，但是是好笑的，但是没有顶到那个地方。我不知道说这些合不合适，我其实不太擅长当着别人面说可能不爱听的。你看着我说。对，就是我的感觉是他脚本写的非常好，嗯，然后表演就是差一点意思，嗯，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就精气神往上提一下可能就爆掉了，但是就差那么一点，所以感觉挺可惜的，所以我一直在犹豫。其实嗯，我觉得老罗是被突围赛预期拉高了。对对，其实他这个脚本表演难度有点大，他设计了两层逻辑在里边啊，又要演一个那种谈恋爱的状态，然后又要说那些话，是吧？稍微有点难，但是是对的，坚持下去，脱口秀需要你。还有我特别喜欢他结尾那块，就那种让阿姨来，就那个、啊、那个我特别喜欢女的就有那个气势。嗯，对，现在女权意识也在上升，哎，但那块儿他也是表演的有点馊，哎，对，嗯，就有点可惜，对。哎，我想问小慧一个私人问题啊，就是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会特意打扮吗？就是有约会的心情吗？会会会会会。你是怕他们五个突然一低头很失望，对不对？唱着唱着，哎，穿这样就改了，是。我们脱口秀大会是没什么帅哥了，但是这个舞台你可以。会让帅哥看到你，那我们来看一下小慧最终的得票情况。之前是聊什么爱情，又没有经验，又聊结婚也没有经验。当时我就觉得小慧有几个梗太难了，她有很多梗，有一点隐晦，大家需要反应一下。